马这是啊，把鸡剁掉了吗？我把个鸡剁掉了，现在家里就剩个鸡，准备做个大盘鸡，我把流程做一下，让大家看看能啥行，我做的一不一样。大盘鸡是新疆最普遍的一个菜嘛，也是最好吃、最下饭呀、下面的一个菜嘛。那就开始吧。现在先把这鸡焯遍水哦，因为这是蛋鸡嘛，这不是家里土鸡现在生死未卜，有十个还不知道啥情况呢，也去不了，也过不去看。先把这鸡焯个水哦。这是我妈炒大盘鸡的料，来点朝天椒，就是干辣椒，然后这个葱姜蒜是必须得炝锅，一般炒菜都要有的东西哦。然后这个八角，来上点，少都少来点，不要太多了，因为，还有这是茴香，这个我妈这个炒大盘鸡必须得放点茴香啊，这个。然后这是啥？这是花椒是吧？花椒，来点花椒。然后最重要的是个豆瓣酱一定要来上点，因为炒这个蛋鸡和三黄鸡，咋说呢？这个还是稍微有点腥味。这个其实这大盘鸡有一半的川味血统，所以川菜一定要来点这个豆瓣酱啊。这是一定就是这次把一盘菜炖好之后，这次砂糖就是上色用的，先油热了之后把砂糖炒化，然后把鸡肉炒干之后就把这大料放进去，这是最简单最直接的一个方式啊。怎么炒咱们可以看到了啊。鸡焯完水之后盛出来就好了啊。你倒上洗一下。稍微洗一下，把水泡洗掉就行了。你就等它冒烟啊，稍微热一点，然后放糖，然后放砂子糖，把砂子糖熬化。放糖色。把砂子糖给它熬化，熬出起泡泡啊。糖它熬得发黑，浮起来，黑红黑红就行了。看起泡了吧？起泡给倒入胶了。颜色出来了吧？颜色一下子出来了。颜色出来了。再少来点酱油，我妈一般做饭只放酱油，什么生抽、老抽呀、蚝油她都不放，发现了没？最多就用酱油，不用味精那些。这颜色怎么样？很漂亮吧？就我妈刚说一句名言，就啥呢？就干啥事情一定要有耐心，像是炒鸡一样，你不能刚放进去两分钟就要把水倒进去，稍微炒干一点。把里面血水可能把它炒干净，它出来的鸡就没那么腥，然后最后倒入水来炖烂了就行了，还是要有耐心的干这种事情。然后把大料所有的料全倒进去了，刚刚前面炖好的料大家也知道都是什么料，然后再炒，把炒匀行吗？炒匀然后加入水，开水吗？凉水，开水啊，凉水开水都行，这个没讲究。这鸡炖差不多下入土豆了啊，然后再把土豆炖绵，就它就出锅了。出锅放点虾子、大葱和青辣椒，然后稍微一翻滚就行了。前面我妈把那辣皮子放进去了。大盘鸡有辣皮子还是最正宗的，因为辣皮成本比较高，一般是他们不放。看这大盘鸡成型了啊，然后半分钟出锅了。大盘鸡出锅了啊。盘子有点小，家里大盘拿到平房去了，看看怎么样。大盘鸡，土豆绵绵。给奶奶干，你辛苦了干。我吃。这个大盘鸡是我们新疆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菜，这个菜是我们新疆人撒旦，这个是九几年在撒旦出来的，就是老百姓的这个菜。这个菜实惠。这个菜是最主要的突出是最后下面皮蛋面，因为今天我们吃米饭嘛。咱们这个在家不运动还是少吃点面嘛，太扎实了。这个大盘鸡呢，这个整个料都比较重，反正因为后面要下白皮面嘛，咱们这叫裤带面，反正是以前干活的人他这后面下面吃能吃饱嘛，
所以这你看里面可以放羊月，也可以放豆腐啊，反正是讲究有熟的。要喝水，我的水。